记者丁伟杰加时报道，超级幸运，有民众喝啤酒，打开瓶盖就中了现金99999元。夏天不少人爱喝啤酒消暑，啤酒业者推出促销活动，最大奖项现金99999元的头奖仅三个。上周六晚上，一名薛姓职业军人休假与友人到家市新生路某炭烤店消费，才喝第二瓶啤酒，打开瓶盖发现中奖，他见瓶盖内写住头奖新台币99999元，不敢相信是自己中奖。经询问店家蔡梦桥及向啤酒经销商确认中奖无误后，薛楠十分高兴，他之前曾在鸡肉饭店家工作过，开心地说要请大家吃鸡肉饭。蔡梦桥也是嘉义与山青商会副会长，甫于8月2日接手这间炭烤店。做过餐饮的蔡梦桥厨艺精湛，老婆许纯敏下班后会到店里当小帮手，刚接续营业不久，客人就在店里喝啤酒中大奖，让蔡梦桥夫妻俩笑住说真是个好彩头，饮酒过量有害健康。禁止酒驾，